喜宴的菜色总是叫人期待，除了想要吃好料之外，也想沾沾新人的喜气。中南台湾的喜宴菜色是出了名的让人惊艳，高档精致还充满惊喜。在 Facebook 社团报废公社，有位女网友分享自己日前到台中参加喜宴，看到其中一道菜忍不住惊呼，表示第一次看这如此霸气的菜色，照片也让不少网友看傻。别人的喜酒都不会让人失望，不愧是海口人的喜酒，这个也太狂也太爽了，直接拿起来啃哦，这是大海丹吗？原 PO 更表示，乌鱼子是一人一片，加了一片放到盘子上，长度竟然占满宾客的小盘子，分量十足。除此之外，还有网友在照片中眼尖发现画面有两条金鲨，并表示我只看到两金鲨，不要跟我说那是两喜糖。对于此留言，原 PO 则回应，对哦，一人一条。留言中有网友透露，这场主人家是从事渔业工作，本身也是做乌鱼子的大宗，希望大家宾主尽欢而已，所以招待大家吃自家海鲜，没有其他的意思。感谢大家的关心指教，光是这几张照片，感觉这场婚宴一定会吃得超开心。